太好了。我觉得要如何增加刺客调教的困难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限制使用鹰眼的次数，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游戏可以无限次的使用鹰眼，那到后面大家都用鹰眼在走路。Maybe instilling a bit of fear in their hearts would do the trick. Yeah. 对不对？刺客调教呢？如果真的要，如果真的要变成像那个幻痛这样的神作的话。首先要限制鹰眼的使用，像济公啊，济公不是也是多久才能什么一个礼拜只能用三次法术什么的，然后他就要绞尽脑汁啊，平衡那个有没有？可是也不会很难，你一开始就要找一个好地方，把所有人都鹰眼进去，就是这样，就变成说你要选择使用鹰眼的场景。等一下，下一场我们来试试看，因为这一场已经用了不知道几百次。限制鹰眼次数是真的很难。因为你的使用的选择上就很难。I'll be right back. 可是也还好。他就坐在那边没事喵喵喵的，你可以啊，不然带你去看医生好了，好不好？瞬间喵很小声。快点跪你。Oh, I am not in the mood for this shite. Fucking irritating waste of my time. Ain't like I ain't got better shit to do.好像要他翻译这一段话。阿咪，有狗在叫。从影子我看到有刺客来了。
hang in there. Thank you. Back at me. For crying out loud, I told you to stay with me. 你靠边。下一个开始，我来看一下啊、喔，我们就鹰眼只能使用一次，然后呢，飞刀不能够使用。Look sharp, I will be back. We owe you one.哎，不然就是可以让观众制定副任务，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也蛮贱。找下水道。明白。嗯，要不然带出去散步？不行不行，这样随他的意。
一定有个下水道我们没有看到，在哪里？下水道你在哪里？告诉我你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你下水道你在哪里？好，要打打了。还真不知道下水道在哪。真的，我也觉得马上就往上。哦，差点就撞到马上，幸好没死。如果只能用一次的话，一定要尽量在正中用。这一定要看仔细啊，这个没看好就 GG 咯。Take a load off at the bed and bottle. Once you come, you'll never. 看完了，走。就变成说，你使用鹰眼的时机也很重要。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玩。一个是要用掩体刺杀，鹰眼 CD 十秒。
NPC， 请你不要挡他的路。没有，不错啦，轻松解决。267，请借用，谢谢。哦，禁用口罩是真的难。好啊，不然下一个，下一关就是，下一关的多一个副目标就是不能用口罩。靠背跌倒，嗯，这个也会跌倒。You never listen, do you? Some nincompoop from the university.不然你想一个，用左手，不能定这种很奇怪啦，这超难的。
Do you want me to beg? Don't hurt me. I hope she's not in any real trouble. 好，那这个好，那我们晚上这样子玩哈。我先赶快把这两个过一过去休息，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样啦，宠爱啦。What's she lurking about for? 这猫会打到我。那么晚上就这样子玩好了，这样大家应该会定任务定的很开心。He's dead. I'm sorry.晚上的时候继续啊！我先赶快把这个都破掉，赶快破关。Go on。太多马车了吧？Thank you.
那要这个，那晚上我要去把体力补满。该买的零食，该买的什么东西啊？去买啊！我们该去 Costco 了。那我也没想去 Costco 买什么。那到底去 Costco 的意义是什么？先去买一下飞刀好了，看一下武器店呢。对啊，应该要买一点好吃的哦。比较想吃海鲜。思考的。上次那个谁不知道贴了一个日本什么影片，烤鹅吃到饱。妈妈，你有看那个影片吗？可是我敢说，那个大家都吃不多啦，因为你只吃鹅啊，真的。到上面，动画做的这么好，真是。没有没有，我是在信义区那边。在台湾就吃不到烤鹅到饱。对呀，现在乖多了。
一下。Hello， 对啊，哎，信义那边要怎么去啊？我有点搞不是很清楚。你要怎么坐捷运去？要坐到哪里？还要怎么样搞？对，那个没有很简单嘞。那就更麻烦，我们还得想要怎么开车去，而且还不一定开车去。这个十级飞镖用几下？他就跳出去了，好勇敢的兵哦！啊，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停车的地方啊？就是 Union。哎呦，抢劫计划在这里。像在二楼，一小时都是80几票。我看我们停在板桥火车站，然后搭捷运去好了啦。顺便这一次就穿那一双新鞋好了。啊，在那个房子里面。
是。耶！顶板桥好了啦，板桥一小时二十。我觉得伊维跟亨利格莱也没什么，怎么会突然就在一起？我就觉得有点扯。嗯嗯，要先去修帕，修帕修帕。I've heard about you.Lighters! Do away with this nuisance. Make me proud, mate! You're dead! Come on! Now! Look at that!帮派老大，我挂一下，比较直接。什么？六五块？你是帮派老大？你不觉得这五块羞辱了你吗？我看一下能不能用飞的过去。有了，快来修理一下。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招募啊，反而会阻碍我的计划，我就没有用。晚上开啊，怎么不开？晚上当然还会开台，飞在当然在家打电动，不然要去哪里？还不是吃海鲜？项链是在哪里啊？居然没有东西。在楼上。
奇美拉，可是还有什么医生？我也不大需要自己。哎，我们要去哪边打群架？为什么？火车强案那么好赚？好，走走走走走走走，火车强案根本赚死。哎，它还会移动。There you are.这一笔好赚啊，一定要去。他这是刺客教条。我看到了什么？这是薛海喽。哇塞，这么多，快走啊。掉了，棒！叹息。哎，这边还有个黄金箱子，哎，我去找一下。哎，哦吼，小猫咪要欠肉啦！哇，好赚呐！偶尔抢一下就发达啦。5000多，哎，这是我赚过最好赚的，还可以拿技能点数，太爽了。
钻石了，钻石了。金色的这个是什么？社交收藏。好啦好啦好啦，在哪里？我去看看。啊，43，还蛮近的。不是要去打群架吗？打到忘了。哎呀，不行啊，好爽啊！啊，这次别闹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打群架。群架在哪里？啊，先飞过去好了。什么？又有火车抢岸？不要崩溃了啦！那我们快去快速旅行去拦截。哦，我发现抢火车很赚呢。Desmond 最后还不是 GG 了，哎，很可怜。最后选择了维护世界和平。对啊，超棒。算了，我们先去打这好了，想休息。打完就休息。啊，完成一组才1500，还不如当土匪去抢火车。这根本是鼓励抢火车吧？Hi, Shuka. Stop what you're doing. We've been challenged to a gang fight. 对啊，我发现抢火车真的很好赚，我应该极力的倡导抢火车。I hear you've dealt with Mr. Lynch on your own terms. Now all that stands between you and the Strand are his ever loyal cronies. Good luck. Good luck.Shupa. This borough is ours for the taking. 所谓的老大呢，就是在旁边射飞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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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飞。哦！打完了吗？差不多了吧？是要杀多少？杀完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Evie and Jacob Fry, and as of this moment, you all work
for us. For us. I 的帮众大家都有去整形，脸都是一样的。大家整形整很凶啊。减肥成功。